top of your ponytail and pretend as if you were taking a few moments later. For the amount of effort 挺漂亮的，这跟你给我发那个好像不一个人。好像是，稍微是这样。没注意到。好像不是这个。A little longer than a few minutes later. 哦，这个，对对对对对。Once I reach the end, I just secure. Hey guys, I'm. 刚才白看了，重新写。你到底弄哪个呀？这个这个，我搞错了。I just love this hairstyle. And what is so great about it is. 你不要，你们弄那个吧。那个，但是我觉得这个比较好看。这个不太好弄，我觉得。5 minutes later. Bobby pins. I barely open my bobby pins once slotting them in. 15 minutes later. 2,000 years later.你这不行，你点纹都摸不出来，还不是我的呢，怎么自己弄的呢？我觉得刚才试一下。不行，这太堵了，这我刚捞出来了。我要放弃。好丑啊！不是吗？你是要丑化我吗？算了，不照了。你照，你照着我搂搂，我搂搂。你不要笑。我看看。什么？什么呀？给你做一个。像我老了，老了。对对对对，这是大妈。不是，你让我看他，他就是这样的。要不咱别弄头发了。不是，你看人家前面是这样过去的。可以啊。算了算了，一个大娘儿，大婶儿，买菜的。我就这样吧。不是，这个是没有办法弄，实在是臣妾做不到。我跟你说，我那个。你推拿刀之后，我就把它给推了，好不好？好。你帮我，你推都会吧？就是剃光头。嗯嗯，可以的。更紧张，写错，我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了。
今天自己化的妆，自己弄的头发，自己搞的各种，然后就尽量在可以的情况下弄到最好。你有什么要说的吗？没有，很激动。亲爱的弟兄姐妹、朋友们、亲人们，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，还有在线上的，是见证新郎王振和新娘杨敏宇在上帝面前进入神圣的婚宴中。让我们低头祷告，求你赐福新郎王振和新娘杨敏宇，当他们来到你面前，愿意共同进入婚约的时候，让我们与这对新人分享从你而来的喜乐。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没有什么事可以将你们分开，你们的爱现在联合，无论是什么环境，你们都要在一起。这个也是反映到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是那么长阔高深，无论是什么的困难都来到我们当中，与我们同在。现在是交换誓约的时间，王振，你愿意娶杨敏宇做你的妻子吗？我愿意。杨敏宇，你愿意嫁王振为你的丈夫吗？我王振愿意娶你杨敏宇作为我的妻子，我知道你将成为我终生的朋友、伴侣，我唯一的真爱。在这特别的日子里，在上帝面前，我承诺，无论是顺境或是逆境，富裕或贫穷，健康或疾病，快乐或忧愁，我将永远在你身旁做你的丈夫。我承诺，我将毫无保留地爱你，以你为荣，尊敬你，尽我所能供应你的需要，在危难中保护你，在忧伤中安慰你，与你在身心灵上共同成长。我爱你。我杨敏宇愿意嫁给你王振做我的丈夫，我深知道你将成为我终生的朋友、伴侣，我唯一的真爱。在这特别的日子里，在上帝面前，我承诺，无论顺境逆境、富裕贫穷、健康疾病、快乐忧愁，我将永远在你身旁做你的妻子。我承诺，我将毫无保留地爱你，以你为荣，尊敬你，尽我所能帮助你，在危难中陪伴你，在忧伤中安慰你，与你在身心灵上共同成长。我期待与你一起去经历神为我们预备的前面的路。我爱你。现在我们请新人和见证人来签这个证书。
你们既然在上帝和见证人面前交换了结婚的誓约并戒指为信物，按照加拿大殉道会以及本省政府所赐予并承认本牧师的权利，我奉父子圣灵的名宣告你们王振和杨明宇现在成为夫妻，上帝所赐和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，你们可以结婚。让我们再次低头祷告，让他们一生一世手牵手的跟随你服侍你，当他们来到你的面前愿意共同进入婚约之时，让我们与这对新人同享从你而来的喜乐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这个时候我十分高兴介绍这一对新婚夫妇，王振先生夫人。可以跟他的名字家人朋友来招呼了。哦，现在你们都可以说话了。现在我们可以听到你们说话了。谢谢。这是我们的牧师，这是我们的乔师母。这是我们的见证人阿姨和赵叔叔。经理在吗？在，我们在这儿。经理，恭喜你啊！好了，谢谢各位家人。谢谢。我们回家再给你们聊。拜拜。拜拜。我们也恭喜你们。谢谢。不能报警啊！王振同学说点什么，报告一下，汇报一下，汇报一下。很开心。不叫我干什么了你就很开心。我今天早上一直在化妆穿衣服然后下午我去结婚登记，不是登记，登记结婚签字仪式。对，签字仪式。嗯，就算登记了会在那边表上签的。嗯，然后现在我们很累，然后回来吃饭。我们今天吃什么？我们今天吃三文鱼蟹棒加龙虾饺。我天，全是硬菜。然后我们还喝啥？我们还有红酒。来吧。但我的头发是不是超级不习惯？嗯，你先摁我。这为什么没有那个声啊？因为不是高脚杯，你要手拿到底下才行。但我喜欢这样的杯子，高脚杯我不知道咋了。这是喝威士？没有 ，Why？ 我看他写了。嗯，但是你不能拿了。我的妈呀，你给我倒太多了。哎呀，好难喝。咱俩为啥拿筷子吃？感觉一点也不高级。因为你没有给我拿叉子。我没有叉子。